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游戏《深海大猎杀》的生存模式。好，那这个有兄弟们一直不断留言说，老头，《深海大猎杀》有生存模式哦，可以来玩一下。啊，后来呢，我稍微去看了一下哦，果然真的有生存模式啊，像这个 Survivor 嘛，就是生存的意思。然后呢，这个俱乐部的话，感觉好像是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抱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 Survivor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好了，生存模式啊，那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装什么东西啊。反正生存模式嘛，就是呢从小生存到大的概念啊，好像在讲屁话，好，不管了，我们直接开始啊。那反正可能就是要想办法活下来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游戏啊，游戏一开始的话，让我们选择的鱼啊有。哇，怎么那么多只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又是一个重力加速度的伤害是吧？哎，我觉得它有一些技能其实都大同小异，而且你看那金币本来是金色变成橘色，所以说这是跟生存模式跟一般模式是分开的是吧？哇，那灯笼鱼要30块钱哎，而且我据观众跟我的提示，他说这边的金币不会因为重开而消失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哎。那如果真的是不会消失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试着可以做一个就是生存版本的连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反正它金币不会消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下一集可能收集到10个金币了，直接就开启这只来玩看看，对不对？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可是不过它的技能好像都差不多啊。这个技能呢，意思大概是讲说，如果遇到敌人的话，可能你的速度会移动增加75%还是100%，我忘记了。反正就是看到那种大型生物就会害怕，然后移动速度变超快的。啊，这个是 butterfly 啊，蝴蝶鱼吧。然后这个是 pink 啊，粉红鱼啊，这是 dory 啊，我不会念。反正呢，好像只有这只鱼可以使用而已。好不？啊，那灯笼鱼超酷的啊。那这只鱼上次我们玩过啦，大同小异啊。哦，可能是之后想办法玩到后面可以解锁吧。啊，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只吧。啊，在一个超大型的地图里面任意翱翔。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哪里搞？嗨，我是一颗蛋，是这样吗？哇，还需要这样子用空白键一直打？哇，孵出来，孵出来了。啊，我是一只小小鱼，这个蛋可以咬吗？哇，果然是生存模式哎，这样搞生存的、喔，好吧，那我怎么办？右边写着餐具，是代表肚子饿的意思吗？好像是真的肚子饿哎，那我是不是要找点东西吃啊？所以说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你还要顾及到你的饱食度，这个模式你还要顾及到你的饱食度。哎、欸，那个鱼哎，快帮忙嘛！啊，那我只好吃海藻类了，快点，我要食物，我现在还很弱。Come on， 咬碎了可以吸吗？哦，有，哦哦哦哦哦，有经验值，有经验值，爽！哇，所以说我现在是社会里面最底层的员工啊，最底层的人员啊。旁边那个应该是这只，可能是我的妈妈吧，因为她是她生我的嘛，对不对？这可以吃吗？哎、欸，这也可以吃哎、欸！哇，这个海星好可怜哦，毫无反击的余地。派大星，怎么了，海绵宝宝？哦，海绵宝宝脆，海绵宝宝，我被吃了、啊，救命啊，海绵宝宝！哦，超好吃，应该等级二了。哇、哦，还要顾及到饱食度，所以说我们不能随便乱晃。哇，还有那边有一只啊，看起来很恐怖的电鳗的感觉、啊、我们不要靠近它，好不好？我们这种小小鱼就是尽量能躲在这种底层啊，不要乱跑啊，乱跑就是死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乱跑则死啊。好，我们只能以这种不会攻击的生物为生。你看多可怜，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。我觉得如果我们……哎呦靠！那边有一只，那个什么鱼我忘记了。之前在玩那个方舟的时候，好像有记得叫什么鱼啊？算了，忘记了。先躲起来再说啊！那边有一个，好想吃哦。可是我觉得靠近它一定会被那只鱼给吃掉。来，我们游这里面看看。呀，这是掩体啊！珊瑚礁可以吃吗？不行，想太多了。珊瑚礁好像不能吃哎、欸，好吧。
啊，我们去看有什么。哦，这边是血还在施工当中。哈哈哈哈，地图太大了啊，这才刚开始。哇哇哇哇哇，这是鲨鱼吗？快跑快跑快跑！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大一只苍龙是不是？据说这游戏里面还有苍龙是吧？可我到现在还没看到苍龙哎。苍龙，你去哪里了？苍龙？啊，如果哪一天我吃一次变苍龙，你们就死定了。少在那边给我嚣张，对不对？嚣张嘞！啊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家吗？我觉得它游超慢的，这小鱼游真的很慢，慢到一个不行。这干嘛？我可以躲里面欸，我再也不要出来了，这里好恐怖。不行啊，我还是要找东，还是要找东西吃啊。我要找一下东西吃。下面好多，看他把海星吃掉。你为什么把我唯一的食物给吃了？我觉得我还是跑远一点好了，太危险了。顺便找一下看看我们看不看得到，看不看得到苍龙哈？来来来，这边有啊，太好了，吃了你再说。我现在只是一只很小小的蝴蝶鱼，好可怜哦，咬下去 0.5 而已，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呢。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吗？外零星丢下捏吗？这么的卑微哦，升级了。哇，等级三就变成这样子，哎、欸，我要怎么看我的身体啊？哎、欸，哇，等级三变这样，给你看啊，眼睛好大片哦，最好是这游戏里面的鱼眼睛都这么大啦，吓死谁啊？哇，变成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这个还有经验值是怎样啊？算了不管了，我们赶快以食物为优先。哇，我直接进化变这样子、欸，哎，攻击力有变高吗？有啦，多加 0.5 而已啊，有跟没有一样，好吧。不过吃东西的速度变快了，好，我们继续找。如果我们一直往上游，会不会遇到大鱼啊？其实我蛮好奇的、欸。好，我们现在故意游上面一点，什么都没看见，只看到蔚蓝的深海而已。哦，蔚蓝深海，蔚蓝海域。好，按个虚浮特加速一下好了。我觉得斯普特好快就用完那个体力。哦，那个是鱼龙吗？哇，那个鱼王叫什么了？鲨也是鲨鱼的一种，对不对？我看到鱼龙嘞，鱼龙哥哥。哇，鱼龙会不会吃我啊？还是不要靠近它好了，我不想死啊。鱼龙，我。印象中鱼龙也是肉食性的吧，对不对？没有记错的话是吧？算了，我们还是乖乖吃海星好了。然后我头有点晕，看，吃海星喽，好吃，也吃了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等级四了。其实升海，其实还升蛮快的啦。那什么东西？龙虾？哎哎哎哎哎哎！居然有龙虾先跑了、欸，我看到我的同类了 ，Hello， 然后按 Q 可以升是不是？欸、可以哎、欸，可是我这么小一只，你愿意跟我升吗？按住就可以了、哦。21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怀孕了，我是一只母的，我居然没有小鸡鸡，这是什么情形？左上角写那个单是怎样？这样子，我是不是也太早？也太早就年纪轻轻就怀孕了？哇啊啊，是怎样？按 Q 是直接生蛋是不是？好啊，那既然生蛋的话，依照这种鱼类的习性，都会在很小、很隐秘的地方生蛋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先到一个世界无分老的那个地形啊、哦，好好的生一下。我靠，被吃了！不要吃！我们赶快躲、哦！我记得之前我们是到那个很隐秘的那种地洞吗？我们可以在里面孵化小宝宝啊！我、哦、靠，这都太恐怖了吧！这些不要吃乙，不要吃那个怀孕的孕妇啊！啊，我已经怀孕了，不要吃我！她怀孕了，她有小孩，不可以吃她！看来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、欸。哇，看，就连那边有一只。Hello，
我不好吃哦。要在这里生吗？我觉得哪里都不安全、欸。好，那我决定生这里了。你应该是不会想要弄我吧？哇，哇哇，好几好多颗，好多颗。哎、欸，你们这些家伙应该不会想要吃我的鱼蛋吧？啊，要怎么让他们生出来？欸、他们在干嘛？搞 gay 啊？哎、欸，那我的，哎、欸，吸屁吸，咬死你，咬死你！哎、欸，这是小丑鱼是不是？我靠，小丑鱼会攻击，小丑鱼攻击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到底谁比较强 ？Oh my god， 这边怎么会有？哦，先跑了，拜托不要吃我的蛋！哇，我看到苍龙了，我看到苍龙了。苍龙，快把那只鱼给吃了！欸、那只鱼去哪里了？我、啊、看这下面，哎、欸，他们要生出来，他们要生出来了！不要吃，拜托，它是我们的小宝宝。哎、欸，我好多小宝宝，二十几只。啊！哎、欸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快离开这里！宝贝儿，宝贝儿被追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宝贝儿没有被追。哇，原来苍龙超大只的啊！嗨，其实他们应该不会吃我吧？我这么小只，对他来讲也不是食物来源啦。Hello，Hey man，Hey man， 哎、欸，肚子饿了，没有时间玩了、啊，赶快找东西吃啊！看到海星了 ，Let's go， 海星，海星，我爱你，海星，海星，我爱你。我应该要多制造一点食物给他们才对哈，他们饿了，他们自己也会吃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啊，其他的嘞？啊！我一次要喂这么多个人啊，早知道不要生那么多了。这就是没有能力硬要生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没有能力硬要生，我要怎么照顾他们呢？我应该多抓一点海星喂他们哦。来，快来吃吧，你们都肚子饿了吧？哇哩嘞，感觉喂不饱他们嘞，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到后面会饿死。对不起，妈妈的错，妈妈没有能力照顾你们，你们都把食物吃完，我吃三小。哎，为母则强，身为母亲，这一点饿不算什么。来吧，我们再找点好吃的。不行，我快要死了。快点，快快，有没有食物？有没有食物？我快要养不起自己啦，怎么养得起孩子啊？快点，快快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在咬什么东西？在咬什么？在咬什么？咬死你！这个是你个小丑鱼，对不对？要死了、欸。啊！我先吸再说啊，不然我真的要死掉了。哎哎哎哎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你别跑！抓到你 ！I got you！ 跑嘞！抱歉了，为了我的小孩，你必须死！为了我的小孩，你必须死！啊，他死掉了。好了，哎哎哎，不要乱飘，不要乱飘！你这样子乱飘会变成人家的食物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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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咬住，咬住！我头有点晕。Oh my god！ 啊，咬住，咬住，咬住！小孩，孩子们，孩子们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不能往下咬？这是 bug 吗？啊，它太重了。哎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这种鱼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我的小孩子不见了，找不到妈妈吗？哎、欸，他们自己会自己去咬、欸。哎、欸，也不错啊。开始会自力更生了，是吧？哎、欸，也 ，Oh my gosh！ 不要，宝宝们，我们快找宝宝们，宝宝们，这实在太恐怖了，宝宝们，这可以吃吗？这是水母哎、欸，咬水母，咬，哎、欸，水母可以咬哎、欸，好好玩啊！吃水母会不会麻痹啊？可是我咬不到，水母也太难咬了吧？哎、欸、呦，我被攻击了，啊干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哈哈哈哈！抱歉，我太大意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掉到无底洞了、啊？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我掉到无底洞了、啊。这游戏实在太棒了，还有无底洞让你选啊！我慢慢游上去好了，赶快找东西吃。Gain， 就是吃你了，不用说了。快点吃你！我觉得我不应该太早生那些小宝宝的、欸，我觉得我是慢慢来好了，先把自己养大之后再去养那些小宝宝，不然对我来说实在太牵强了，是吧？
快点，快快快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啊，南南南南，这感觉好像火龙果，好吃，好吃的火龙果，多吃一点。我们再去找一下苍龙好了，搞不好会有苍龙不想吃的东西。哇，这个，哈哈哈，哎，这龙虾，哎，龙虾死了，这个龙虾。Holy shit！ 哇，打架打架！来来来，诺诺强蛇世界，我可以分杯羹吗？哎，他是把它咬烂了。哎，又生一只龙虾了，也生太快了吧？分，这边一块小的，抱歉了，小的归我。啊，你吸得到吗？他是吃饱了不吃了吗？哇，马上升一等。哎，我们该要吃人家不要的垃圾哎。耶、yeah, ，我是捡垃圾的，好吧，那我就当垃圾桶也不为过吧？有什么啊？这骨头可以刻吗？不行。啊，我们只能捡人家不要的、欸。为什么我这么的卑微？我看到苍龙了。苍龙大大，你那边有没有吃剩的食物可以给我啊？我想要捡现成的。我是做资源回收的，快点，苍龙大哥。可以帮我宰了那下面几只鱼吗？然后让我吃点鱼肉，让我快速升等吗？好不，不然我这样实在太痛苦了。哎，算了，我们现在才一块钱而已，为什么解锁这么慢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算了，继续咬，继续咬，好吃。这边也有一个，我们还是那个吧，啊，一步一脚印好了，不要想一步登天，一步登天并不是天天都有的事情啊。哦，我又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了。哦，没有，其实我是女的，成熟的女人。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了，那个是尸体吗？那个东西不会动了、欸。这个是尸体，我、哦、靠，怎么留那么大块肉送人啊？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哇、哦，好你家在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谁的尸体？管他，先咬再说了，我吃剩的，这样我就可以马上长大了。啊，太大块了，可以吸了吗？哎呦呦，哇好，哇这个等级，哇马上升一等，哇又升一等，好爽啊、哦！那这个是我的啦。不好意思啦，感觉像是鲨鱼肉的样子。嗯，想要快速升等就靠这一次了。我靠，这个不知道咬到民国几年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咬 1.0 1.0 慢慢扣，那边还有肉哎、欸。算了。哎呦哎、欸，被咬掉，被咬掉。哎、欸，不要吃我东西哦！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些小王八蛋，这都是我的哦。哎，再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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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，那边有一只鲨鱼，那边有一只鲨鱼，他应该没发现这边有丰富的蛋白质吧？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没有，吸不掉，吸不掉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有有有，可以吸了，可以吸了！哦，要升级，升级了！等一下，又有打字，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吸的。哎呦，升级八等了，这边可以直接吸吗？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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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吸，好吸！啊，这些吸不了了，继续咬！哇，1.1，1.1，哎！哇，那肉全部聚集在一起，一次咬一堆，好爽哦！哇，十等了，好吃好吃，干什么？没有你的份啊！别看了，哈，这都是我的，好爽啊、哦！哎、欸，他一次吸咬慢了，不过是三等了。看我这玩这游戏又是以来等级最高的一次、欸，哎，好像是。哇，哎、欸。最高15级啊、哦！啊，这些肉没有用啦、啊，好吧。哇，我变超肥，我是完成那个完整体了、欸，啊，完全体了，究极形态，太好了。好了，我已经满等了嘛。那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找这些鱼类交配了。啊，刚明还在，怎么这些鱼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现在是怎样？偷偷躲起来找别人交配了，是不找我了？快点啊！我要生蛋啊！我要建立美好的家庭，你们怎么都不见了呢？太过分了吧！
不想找我，我长得太丑是不是？也不是这样子吧？他们刚刚去哪里了？对吧？剩下的鱼肉就放在这里，不吃浪费啊！你们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找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们的。你们休想给我躲！啊，话说这边其实还蛮适合下蛋的，这地方很适合。但是我必须先怀孕，我看到长龙了，因为我看到鲨鱼了。鱼在哪里啊？该不会那些鱼都被鲨鱼给吃掉了吧？有这种可能哦。欸，这长龙现在看到我这个体型会想吃我吗？应该是不会吧。对他来说，我这个体型被他当成猎物，应该连塞牙缝也不够吧。哇，他吃谁？他去吃鲨鱼了。哦，血盆大口。Holy shit！ 哇，好恐怖哦！啊，这种画面难得一见啊，这只有你们看得到哈、啊，让你们看见它的咬合力多强了吧？对，咬下去，跟你讲啊，钢铁都是可以直接咬碎的，就连鲨鱼，你看那个鲨鱼就高了哎、欸，啊，直接分尸，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！哇，有海龟耶！海龟应该不会想吃我吧 ？Hello， 海龟应该是一个很和祥的生物吧？哇，它居然是吃那一种的！咬我啊，咬我啊！烧卡哇伊，海龟是最和谐的。哎、欸，这是同类。啊！秒杀！哇，我就只拿两块钱呢，啊，剩下的要怎么办？啊，我看一下其他鱼的种类，这五块钱才可以买是怎样？十块钱，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好不好？啊，大致上大概熟悉生存模式怎么玩了，不过要如何获得金币又是另外一回事啦。那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呢，一样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啊，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在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深海大猎杀生存模式再见了，拜拜。